Hello，Hello，Hello，能听见吗？Hello，Hello，喂，喂，哦，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是9点，我们讲座准备开始啊。如果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给我回复一个数字就行。很高兴大家的互动啊。嗨。话说，OK，现在大家都在迅速的到场啊，我看这个人数增长的非常快啊，看来大家对于这种疫情期间啊，就是说大家不能面对面的这种讲座啊，越来越适应了。以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不适应。自己跟自己这么在这说话，有时候呢，一些投资人还不知道怎么进入教室啊。现在我看这个人数增长的非常迅速，并且也是很熟练了，大家也很准时啊。我这个人比较守时，所以说我不喜欢这个叫什么迟到或者是早退那个拖堂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正式开始。OK，今天的题目呢是在上个星期取好的，就是关于港股的暴跌是不是市场再次下跌的信号，操作的策略回顾和展望，包括我们今天也要讲一下股指的一个市场。好，刚开始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 Austin。我相信今天晚上来听我网课有不少是了解到我自己这边的一些服务情况的，或者说叫做我的投资人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 Go Markets 老客户，那可能大家对我的了解呢还是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今天呢也再次做一下介绍。我本人来讲的话是任职多国的金融机构，也持有澳洲的金融从业资格证，我在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服务和这个个人投资者服务的过程中呢，我也形成了自己的交易理念，非常熟悉各类的金融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股票怎么做啊，外汇怎么做，包括我们的一些股指啊，并且呢，针对这些产品，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应的策略。我个人比较擅长于去研判一些趋势通过周期性的这种脉动来配置资产组合。也多次为客户提供一些精准的分析和策略，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多多探讨。这也是很多客人或者说叫投资人想了解到的，就是投资背后的一些基本面和逻辑的东西，我们可以多探讨。那所有的金融讲座呢，那我们都会去做一个金融的风险的声明。金融交易是有风险的，并不是定期存款，所以说，可能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么我在讲这些观点和内容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过您个人的一些财务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参与投资，或者说如何去做，那么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控制好风险。OK，我们公司的牌照是 AFSL 是254963。注册码 ACNS 0818640439。OK，我们正式开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过去这一年来，就 year to today 市场的一些走势的情况。那我特别喜欢从这种大的局势上带着客户或者说客人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市场所在经历的事情。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美国三大股指在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肯定最强势的是这个金黄色的图线，纳斯达克100。那么这个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超越了之前的一个之前的这么一个点。那么，可是我们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以前呢，3月9号、12号、16号还有18号，美股曾经出现了连续的4次熔断。然后在美联储紧急降息甚至宣布
这个无限量的 QE 以后呢，三大股指就开始迅速反弹。那我们知道这个基本面就非常重要，哎，怎么有点？知道这个基本面的情况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股市涨到了就是标普涨到了3000点，纳指站上了9400点，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实际上大家也在思考很多问题，对吧？那么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想，哎，为什么涨得这么快？有的人会觉得，嗯，就应该继续上涨。那么我们可以从市场里面也可以看到啊，这种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这种观点啊，正在对就是正在的涌现。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欧洲的三大股指，英国、德国和法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英法德当时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呢，包括原油的情况下，这么有一次暴跌。这三只股指的话，这三个国家的股票指数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元气，但是也基本上恢复到了50%的这么一个区间了。也就是说，当时下跌的整个的这些区间嘛，现在也收复过半了。我们再看一下亚洲市场，亚洲市场的话，我们主要是日本、香港和中国。日本的离经225今天和昨天都是暴涨。那么这个图呢是我周末截的，所以说可能从紫色的这个线图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再往上突破的一个形态，现在应该是在21700点附近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可以看到恒生指数，也就是浅绿色的这条线会比较弱一些后来呢，在这个市场的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也看到恒生呢有了一个暴跌。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暴跌以后，所有的投资人都出现了一些恐慌吧包括中国市场也跟着一起下跌了。可是到我们那个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美指包括其他的欧洲市场还表现的就是非常强势继续的上涨。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了一下，就是过去主要的这些市场他们的所经历的一个走势的全幅图景，从开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上涨，然后大家产生了一个系统性的危机，然后开始共同的快速下跌。基本上呢，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股指呢下跌幅度都在30%以上我截取的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日本啊、法国呀、德国呀、英国还有美国，都是30%以上的跌幅当然，澳洲呢，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澳洲现在的股指的话，应该大家都了解吧？应该现在是5800点附近今天应该是有一个强势的拉升，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也打电话过来说，哇，今天银行股暴涨银行股是我们澳洲股指的很重要的权重，银行股一涨，一般股指就会暴涨。OK， 我们上次也说到，就是说全球的黑天鹅事件越来越多，就是我上期的这么一个视频里面会讲到越来越频繁，并且呢，我们也推测了一些潜在的黑天鹅事件。没想到在我讲完的第二个星期就出现了就是一个小小的黑天鹅，也就是香港这个事情。那香港这个事情呢，是在中国两会期间推出了一个新的新国安法。那么当时市场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中文传媒里面都是非常安静的，没有多少声音但是呢，市场在这个有这个新闻以后，星期五就开始一个史上最强烈的暴跌那么最高的时候跌到6%多，已经可以媲美2008年金融危机的那个香港的那个暴跌的跌幅了最终呢下跌了5.6%，但是即使这样呢，也是过去10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所以说香港的这次暴跌，我相信给很多人也是提了一个醒，其实市场比我们想象的呢要脆弱一些看着现在的反弹，包括
长得还是很欣欣向荣的啊，闹得很欢腾。但是呢，一旦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下跌的幅度和速度，是很多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冲方式，或者说操作手法的话，是很吃亏的。那我这把这个图呢，就是恒生指数的一个走势图，我把它特意的截取了一下，就恒生指数真的是挺惨的。那么我最近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关于恒生指数里面提到，它就像现在市场里面的金丝雀。大家知道金丝雀这种动物呢，它是呢对瓦斯气体非常敏感，所以很多的这个煤矿工人呢，或者是矿井工人会带着金丝雀一起去工作。那么当金丝雀感觉到不安或者是吵闹的时候，往往就说明什么瓦斯气体这个有所泄漏，那这个时候就不安全了。香港恒指现在就是这个全球股指的金丝雀，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中国疫情1.0它暴跌，到了美国和欧洲疫情开始发展的时候，它又暴跌，然后最近呢，全球股指反弹的那么的气势轩扬，对吧？但是呢，因为作为中美贸易的这么一个叫做斗法的前哨战，那么它呢又经历了一次暴跌，可以说它是全球最弱的。那香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是中美之间冲突的我想一次你来我往吧，也是北京与白宫的一种互相的试探。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新闻，就是最近美国呢，又一次的加紧了对华为的这么一个制裁，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就是要禁止卖给华为这样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的这样的元件，并且呢，主要是搞定了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很强的半导体制造企业。那么第二呢，它把33家的企业新列入了实体清单，然后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我想对北京来讲的话是，也算是一种压力和挑战吧。所以，在这个就是在上星期五吧，所以说，中国也很强势的颁布了这么一个新国安法，以示回应。那这个法案的话，我想实际上呢，在这个时间点上颁布的话，肯定是对资本、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有影响的，并且呢，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一个缓和，但是呢，事已至此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在有疫情、有这么大的失业率、有这么大的一些选举压力，甚至这个内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讲到外面去找一些狼来了的故事，包括找一些。这个外面的噪音呢，可以有效的去分散注意力，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对于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强势的回应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股市里面找到一些端倪。可能我说的这个呢，大家觉得好像有点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用望远镜看一下，看一下恒指的过去5年来的走势。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贸易战呢是在18年开始的。从18年以后，香港的恒指就几乎就没抬过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向下的一个趋势轨道向下的趋势轨道一直从18年到现在。那么恒指的走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感受到它的尴尬。这背后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我之前在讲座里面讲到过一点，就是，恒指它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当市场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它是反应最快的。当市场开始企稳向好、比较乐观的时候，它是涨得最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表现。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讲讲该如何去利用它，或者说直接去做一些操作。那么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想，
在我们之前重复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些担忧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出来去看一看。我们讲之前在三月份的讲座里面，我们提到的是啊，短期的机会极其明确啊，有史上最强的救市，有财政政策支持，对吧？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呢，如果你要做空美股，就是在什么跟美联储对赌，对不对？或者说跟各个国家央行对赌，所以说各个国家呢股市都企稳了，都在都企稳了，都在那个上涨。我看一下有问题。OK， 但是后来呢？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股市已经走出了一个V型的反转，是吧？走出了一个V型的反转，在这个V型的反转之后怎么走？是走出来一个 M 顶还是走出来一个 W 底？哎，大家开始有想象力了啊！啊，这个可能我们一会儿看图就比较明确了。那第二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不信任，对吧？也在加剧。我相信最近大家也慢慢的开始感受到复工复产的信息了。但是通过大家在公交、在饭店、在商场感受到的这种。这种叫什么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的这么一个感受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一半的样子啊，热情也就一半的样子，所以说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大家对于这种不安定或者不安全感或者不信任，它也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啊，尤其是在现在啊，尤其在现在通过PEW 这样一个调查机构的这么一个数据可以看到。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中美之间的这种正面和负面的这种评价急剧的在增加。OK， 那么第三呢，就是市场的声音，我们出现了一些看不懂的情况啊，很正常，因为才在五月初的时候，五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巴菲特要割肉了哈，航空股割肉，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航空股是不是晚以暴涨，那难道是巴菲特看错了吗？难道是这些大机构、这些大的这个财团都看错了吗？那现在谁在买的比较多呢？对不对？所以说，市场确实走到了一个让我们感觉到迷茫而又担忧的境地啊，这个我们想是正常的，因为已经过了在三月、四月和五月啊这种非常有确定性的一个市场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判断力，需要有更多对于市场的解读能力啊。这背后啊，还有我们从这个股市和基本面里面，就是说不能找到对应关系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来说。目前来说的话，美国的数据啊，是消费者信心跌到了47年来的最低点，对吧？三月份的零售额创历史降幅创历史新高，四月份的小微企业信心降低到了历史低点，啊，反正呢，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活不起了啊，非常惨。然后从病情发展的情况下，这个COVID-19 发展的情况下来。现在全球突破了560万啊，确诊人数，死亡了35万啊，然后现在呢，像巴西啊、俄罗斯啊，一跃成为第二、第三名啊，也就是说，这个热点从中国慢慢的在向美国转移，然后再向南美和欧洲啊这些地方都扩散起来了，并且呢，我们在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这个。每日的确认人数也没有见到一个快速的滑坡还是稳定在这个位置。那么以这样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情况下来看，我们的股指确实有一些叫什么超出预期了，走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凌厉或者说要凶狠的很多很多。我特意截取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纳斯达克100的走势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纳指的历史最高位在9700点附近啊，现在呢9500点附近，也就是说
还有200点，纳指就要创新高了啊，纳指就要创新高了。所以说，您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追涨是吧？还是做空？这个我相信肯定会出现分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标普500的走势，也就是说美国的啊这样的一个最综合全面的一个指数的走势，也可以看到啊，它目前来讲的话呢，今天晚上它又是有一个突破上涨，应该是摸到了3020点附近啊，盘外数据摸到了，但是在5月份以来呢，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进行整理啊，进行整理，它也不是强势的去突破，但是呢，它也跌不下来，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在这段时间里面交易 SP500 的话，大家会发现整个的波动区间也就一两百个点啊，也就一两百个点，跟之前3月份动不动一天涨一天涨100个点、200个点这样的行情来比的话，确实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不一样了。纳指也就是纳斯达克100现在有多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纳指啊，交银国际的首席洪浩说，纳指现在超过了全球所有的就是非美市场的总市值，可以理解为就是纳指可以把全球其他国家所有的股票都买下来，吓不吓人？如果把美国的这些公司卖掉，可以买下法国、德国、中国，是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啊，各个国家的全部都可以买下来，所以它估值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讲真的不叫便宜，甚至有点贵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五朵金花吧，在美股的比重也在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现在已经占到了接近16%了啊，接近16%，这个是非常畸形的啊，就是赢家通吃啊，太明显。以这样的一种估值和报价来讲的话，我觉得美股的吸引力呢，肯定也会下降。大家对吧？虽然好东西，但好东西你也要物美价廉，或者要买得起嘛，这样才更多的人愿意去追捧它。我们也看一下 SP500 的这样一个 PE 热力图啊，那个 PE 呢，就是说市盈率嘛，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20倍以内呢，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SP500 现在的市盈率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满面都是红色了，是吧？已经不是之前的绿色或者是比较超值的状态啊。这也就是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大放水或者说大救市的情况下，它已经就是能够达到了一个就是说有一点泡沫或者说有一点贵的那么一个情况。那相比其他的市场啊，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恒指啊，包括之前没有太多涨幅的，甚至像今天才涨起来的这个S&P200 呀。那么，我觉得它的吸引力可能在发生转移啊，我只是说可能，这一会儿我们再去具体的去聊。那么市场预测呢，也能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科技巨头啊，包括这些最能赚钱的公司啊，在接下来的一个盈利预期也是有所就是有所下调的。大家可以看到19年，包括2020年这些数据啊，基本上都是有下调的。这个是5月6号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个图。那相比现在来讲的话，它又上涨了，对不对？它又上涨。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当时我们测算到的这么一个反弹的目标位都已经很迅速的达到了。我们当时讲纳指可能今年要收复3000点。没想到一两个月就收复了，我不知道那个标普五百啊，标普五百，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从估值或者说叫什么叫做性价比来讲的话呢，那港股呢就具有了一定的投资价值，或者说叫做有一定的吸引力吧，虽然它很弱啊，但是它还有优点嘛，优点就是相对来讲它比较便宜嘛，第一呢，我认为啊港股它还是有不少的好资产的，像现在去港股上市的阿里、腾讯、美团、小米、中芯国际、中国铁塔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了，并且呢，很多都是 HK500 的这样的一个成分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像京东啊、百度啊、网易啊，都会回港股二次上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中概股在美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美股这么强势，中概股也暴跌。那么
香港我觉得因为它的这样一个上市规则啊，还是比较适合互联网公司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一些好的互联网公司还是会回到香港去选择作为一个第二上市的市场，所以说呢，对于它来说也是有支撑的，并且这样的一些巨无霸的体量的公司啊，回来以后，它也大多会入选港股的成分股也算对于 HK 五百的一个支撑吧。那么第三呢，就是香港的问题的话，它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搁置，那么越搁置呢，确定性就越强，不确定性就越强。所以说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你要只要确定性足，那么你这个资产的回报率就一直往上涨，你只要盈利好，预期好，那么你的股票就一直涨。所以说香港的问题呢，肯定要解决，那么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阵痛。如果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个说法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可能对于香港投资人来说是个好事啊，是个好事。我对香港恒指的这个 Hong Kong 50的看法就是，我认为呢，它只要跌，我就可以买啊，因为尤其是在大跌的时候。从这个图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不是说做预测，说它一定会涨上去啊。但是这是20年来恒指的走势，也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恒指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缓慢的爬坡，对吧？因为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嘛，资产价格通过放水，通过这样的降利率啊，通过印钞来维持这样价格。那么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恒指在经历多次金融危机的暴跌，或者是市场暴跌的最低点连接起来。那么它现在基本上就在这条线的附近，所以我觉得，恒指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安全性的空间还是挺好的。如果说它真的往下跌下去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叫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往下跌了，或者说叫做你的成本呢不会特别特别高。我们讲做投资也是有成本的，什么成本？试错的成本，对不对？我可能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投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知道我希望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价或者是目标空间，但是我也要知道哦，在什么价格的时候我就失去了对它的判断，或者说我认错了，我不再参与了。那么离历史最低点的或者说这个趋势线的这样一个下沿的话，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不错的，并且安全空间是可以的。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讲，恒指目前来说，因为它的脆弱，因为它的敏感，因为它在这样尴尬的位置上面，所以说它才有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说恒指破位，是吧？我们想什么叫破位？就是说，这个支撑线已经完全的，就是不能够再去在这种20年级别的这种空间上都要打破的话，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可能也会看到新一轮的或者说更有力量的一次下跌要开始了。所以我认为它有这么一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就是说，它是一个市场波动的一个很敏感的指标，我们不做它，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参照物来看，那么。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指标，那么，如果说恒指不是特别乐观来说，往往代表的市场也会有一些担忧啊，只是说有一些地方的股指呢比较强势啊，可能还能够多闹腾几天啊，这种，或者说能够走出来一个短期的一个不一样的格局，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资产的价格啊，或者说金融市场的话，它都是相通的、相连的，这个没有办法说你完全的去独立的。那么它是有这么一个作用。那第二来讲的话，我们看过去20年来恒指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包括未来对于恒指的就是港股市场的一些走势因为香港金融市场在全球的交易量是排到前6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金融市场。那么它的重要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们讲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呢，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在这个区间，适当的去做一些观察和埋伏吧。
OK， 我之前呢，我们也讲过五月份怎么去做投资，这个图呢是在4月底的时候网课做的，当时呢，当时的那个 SP500 呢在2900点附近，2950点嘛，然后现在呢大概是3000点多一点，也就是说整个月的时间呢，SP500 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爬坡，当然也没有太多的下跌，最近呢就是在这么一个框框的，甚至更小的框框里面进行整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涨得最凶的其实就是纳指啊，它有一些就是这个独领风骚了啊，一枝独秀啊，真独秀，一枝独秀。那么现在，如果说市场的点位没有按照我们之前设想的这个空间去打开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区间的支撑和阻力还是有效的。那么我们6元也可以参照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图来进行参考，也就是下面支撑2650，上面阻力3150。然后再往上看到3400就是历史高位了，我觉得呢，按照今年的这么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你站了3150再去往上看3400点这个地方，博这几百点的空间，我觉得不合算，所以说我们还是关注蓝色区间，然后往上的这么一个交易机会。所以说，聊到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跟我们做投资的这些课视频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服务里面，他能感觉到，就是说市场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很多人呢，只是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些机会里面抓住，比如说在上个星期又创新高的黄金，对吧？我们当时在1200、1300的时候就开始说了啊，黄金可能是接下来一两年比较好的一个避险资产啊。那么，包括我在3月底的时候做的一个网课，那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我当时讲的金银比的概念，我说白银的成本呢，13、14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比较好的价格。那么，果然在1个多月时间里面，现在白银已经回到17美元每盎司了啊，也算是一个疯狂的上涨嘛。并且金银比呢也迅速的回落，还有原油了。原油之前也是经历了一波很好的机会啊，很好的机会，现在也都回到30多了。当然了，30多的原油贵不贵？其实说句实话，30多的原油不贵，在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有配置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还有之前我们我的朋友圈有发到过的，像280的特斯拉，100刀的这个波音啊。这些都是在当时3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好的参与的机会，这是也相当于是美国最强势的或者最核心的一些行业龙头和核心资产。所以这些公司的话，实际上它暴跌就相当于是给你派红包嘛，你可以叫做大力的去吸收一点啊，并且只要你拿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快呢，它会被资本去追捧起来。那所以特斯拉现在又回到800左右了啊，800左右，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比特币。OK，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之所以去做这么多讲座去分析，其实我们还是想去做好，就是说如何去做投资，对不对？而不是说只是看一下市场，我们要从市场里面找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学会这些智慧和技巧，然后勇敢和正确的去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是我们想要从市场里面去变现或者说去得到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个人我觉得我的个人的一个价值所在吧。我很希望去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提供这样的一些价值。和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给我发邮件问我相关的一些问题。OK，不知不觉呢，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下我最近这2周的一些操作总结。好，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最近操作的一些策略和单子列出来。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看到过，只是说明可能你没有达到我们的 VIP 客户的级别，这个其实倒不难，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资金量不错的一个实盘客户的话，我们是会在系统里面
发送一些这样的一个操作建议或者说机会提示的，还有一个市场解读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的一个智慧结晶。然后我主要是梳理了我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希望告诉大家我这么做的道理，对吧？我们看一下5月22号这张单子，我是在短信里面给大家提示的是在1328买入buy 那边啊，这个正好是港股暴跌的那一天啊，我当时早晨起来大概八九点钟嘛，然后中国应该还是六七点钟，没完全没有消息，当天市场完全没有消息，不然我会回避这个。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这根趋势线，就是 China 50实际上虽然走得慢，但是它也在随着市场进行一个这样缓慢的上涨啊。我们讲这个中国股指啊，就是个渣男，过去十多年来就是一直在那匍匐前进，是吧？你想从它身上挣点钱太难了。你看人家那个憨憨的美股，是吧？完全就是无脑一样的操作。今年年初买入到现在，抬头一看，账户密码忘了都没事，反正还是赚钱的。那么China 50，我当时判断它的感觉就是呢，它应该是在随着美股或者外围市场的一个企稳的情况下，它不可能有一个这个突破1万3以下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它应该会企稳这个位置往上走，甚至我觉得它会相对强势一点。所以我在选择了1328这个位置，这也是我考虑了一下，没想到开盘的时候直接到了1318，往下又直接掉下来一点啊。所以说，如果说真有参与到这个的话，可能客户的止损大概是100个点附近。那么市场呢，也就是有时候就这么诡异，它就是往下大概多测了50个点，到1300几几吧啊。要不1298几的位置，然后它就开始往上走，正好打掉了，然后打掉以后它就往上拉，到现在来讲的话，我想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是回到了13200和13300之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单子的逻辑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在整个的趋势线向上啊，寻找趋势线的下沿，然后观察外围市场一个走势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参与啊。很不好意思啊，这张单子呢被止损掉了，但是方向没有错。OK， 这张单子就很开心了，因为有了22号的这样的一次小止损以后呢，我在周末领到了麦克的任务，说你要给我好好分析一下这些股指的情况啊。哪家股指比较香，哪些股指呢可以用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些这样的推荐和策略。然后我就翻阅了很多关于航康50的这样的一个股指啊情况，然后当天早上我给到了一个很精确的买点，在 buy limit 22500啊，止损呢200个点，然后目标往上看400到500个点。很高兴啊，周一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客户也参与进来也获利了啊，甚至给我回电话说哎还可不可以持有啊，因为呢最终它涨到了23400到23500之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单子还是给很多客户创造了不错的收益和价值的。那么也祝贺大家啊。对于这个单子的判断的话，我觉得也是一方面也是运气吧，一方面是盘感。第二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港股虽然很弱，但是它还是有价值，还是有价值。尤其是它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所以说很多蓝筹资金抢筹也是很明显。OK， 我们再说一下 S&P 200这个图呢，这个就是澳洲股指嘛。那么我一直是看多的，基本上有好的看多的机会呢，我都会提示一下。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的话，基本上都会在这样的一些机会里面都会收获到不错的这么一个收益。如果你是长线交易者的话，其实可以往上，就是每次调高你的收益预期50-100个点，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你应该是可以看到了5800点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啊。在4月和5月我都有两次的一个提示买入的买点。 OK， 我们再说一下 APT
APT Afterpay 嘛 ，Afterpay 啊，其实是澳大利亚最牛的一只游资妖股啊。游资妖股这个概念可能在澳大利亚没有人提啊，因为在中国很多人提啊，叫民间游资妖股。它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从39吧唧掉下去，掉了8块钱，对吧？7块9，8块，基本上打了2折，然后吧唧又涨上去，啊，直接突破。然后突破以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感觉到了它在整个突破趋势轨的上沿，并且又是在历史的高位，就我做了一个尝试的 sell， 做了一个尝试 sell， 然后它的目标我看到39，39和35，但是很强势啊，因为当时有所谓腾讯加持吧，然后它掉了35以后呢，就接着向上，所以说我在当时在43进场以后呢，对，43进场以后呢，然后39脱离了结的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却止损掉了，所以这张单子我觉得做的不是很漂亮啊，也算是一个尝试吧，对，核心主要我是觉得，第一呢，它在整个基本面里面，我觉得它是有一些就是过高估了，过于高估了，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维持对它的一个看空。那么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上升趋势轨的下沿，如果它跌破，也就是重回40块钱以下，觉得也代表它强势的一个转折点吧。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发一些提示。还有就是，黄金对美元，也就是黄金的报价。黄金的报价其实我是做了一个小的逆势操作，在5月15号的时候。5月15号的时候，黄金呢突破整理三角形以后向上走啊，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上涨。但是我当时比较着急，我就觉得黄金实际上呢，在股市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背景下面，它是可能要就是说有一个比较温柔的或者说比较温和的一个整理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做了一个 sell， 比方目标位看到1721、1711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都已经到达了，但是唯一的这个问题就是止损太小了，然后被它扫掉以后就去掉下来了。当然啊，黄金的长期趋势还是多啊，这个位置的话啊，1700附近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多。OK， CCL 5月27号、5月6号分别进入了提示，在红色箭头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两次提示买点的机会，这些也是怎么讲，虽然走得很慢，澳股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走得很慢，但是它也是一个比较稳的一个选择吧。OK， 那我们今天呢，关于我上两周的这样一个交易的策略的回顾，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来讲的话，或者说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啊。如果搞清楚呢，你也不要担心，你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看看在这些方面我们能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当然，你也可以去整理或者是观察一些对你比较对你胃口的这样一个交易风格。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很多同事的心血嘛，然后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起来也比较的多那么聪明的办法可以说，上次我也跟一个客户说，我说你可以用 demo 试一下，你觉得谁的感觉比较好啊，或者说谁的这个单子比较准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我们核心实际上就是为大家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视野和机会，来帮助你了解和认识到这个市场。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做这个单子的这样一个就是能说服你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在我做交易的这么多时间里面，我觉得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只是来来回回的在止损，但是如果你懂的话，市场即使折磨你，你也能从他身上赚到钱。OK， 我现在呢就快速过一下股指，美国三大股指。因为我之前发愿，我说要把所有的股指产品讲一遍嘛。我们公司这边的话，我已经讲到了第4讲。那么今天我就
大概提一下三只，哪三只呢 ？WS30US500， 还有一个 NDX100， 这三只。WS30 呢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由美国最好的三十只蓝筹所构成的投资组合，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指数啊。它拥有很多美国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公司，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只包含美国公司的这么一个估值，并且它是比较倾向于工业制造这块，所以说再加上它的选择标的比较小，就三十只，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在随着市场的变化过程中呢，它显示出来了一些不准确，或者说叫偏移。然后我们呢现在用的比较多呢就是 US500 呢就叫美国标普500指数，它是有500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一个股票指数，对吧？并且呢它的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计数方式不一样啊，它用的是市值的这么一个方式在做管理啊，或者说在做这个比例，而不是股票票面价值。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更公平一点，更能够广泛而有效的去反映市场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纳斯达克 NDX 100，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主要是拥有100只高科技高成长的这样的非金融的科技股，那么这个指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是涨得非常强势的啊，也是因为可能像亚马逊啊、苹果呀这些他们这些巨头吧，受到的冲击并没有特别大，所以说呢，甚至有一些利好啊，比如像电商什么的有些利好，所以说涨得比较好。那么它比较偏向的就是科技和科学技术啊，并且它不仅仅是包含美国的公司啊，其他的一些优秀公司也有。OK， 股指的优势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啊，大家可以过一下看一眼啊，这是之前呢我们讲过到的 China 50、Hong Kong 50啊、AX 200。OK， 那么美国三大股指的话呢，它是之前我们也说了啊，就是说。一个偏科技啊，一个偏工业制造，一个更全面啊。这三大股指的话呢，其实与其他资产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它也是背后也是一篮子股票，就像一个基金一样，只是它的操作更灵活啊，费用非常低，并且都是 T 加零交易，即买即卖啊。如果你的持有的公司的股票分红，它也会收到分红啊。OK。那 S&P 500的话呢，它有这个400家制造业公司，20家交通运输的公司，40家金融公司，40家服务业公司，所以说是认定为比道指和纳指更能代表美国经济的一个指数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去看待这个市场的时候会用到的，会用到的一个标的。之前我用到了它的平均 PE 热力图，用到了对于五月市场展望，对吧？所以说它也能够，你也可以根据这个来对照一些像澳洲股指包括这个欧洲股指都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对照，有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价值啊。那么再说一下我们悉尼这边的一个培训班的这么一个服务，我们就是对于市场不是很了解的客人投资人呢，我们会做一个整体而全面的培训。从基础知识到技术指标，到产品投资的介绍，包括风险策略等等各方面吧。然后我和 John 老师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给大家去做一个一个叫什么细致而整体的一个培训吧。然后这段时间的话，因为是线上，我们确实第九期我们做的感觉互动起来不是太好。因为没见过面嘛，然后有时候感觉好像还是有点陌生啊，说起话来啊，可能群里面也没有什么互动，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第十期里面我们采取一些更新颖的做法。OK， 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内容呢就到这里了，然后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问题。
问题。请问这两天银行股上涨的原因是什么？银行股是澳洲的一个权重吧，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数构成。在全球股市都上涨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很多ETF 投资资金呢，或者说叫做资金涌入，总得买点什么嘛，对吧？相应来讲的话，就会这个钱呢就会去流入到一些对应指数成分高的一些股票里面去。当然也会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大家觉得好像之前有一个银行要，就是说要加息嘛，加息贷款利息要增加，那么可能也是利好。所以说呢，这两天呢，一是股指的带动啊，股指的带动反推就是带动成分股的上涨，第二就是有一些相应的利好消息，比如说银行的股票上涨的比较快。怎么那么小啊？好，你请问 NAB 可以追涨吗？这个我没看图啊，NAB 我没有看图啊，所以说不好说。如果说有好的机会的话，应该 VIP 客户群里面会有提示的，啊，会有提示。澳洲银行股还是继续看涨，还是现在盈利就卖掉？啊，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意义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最纠结的一点就是，股票市场涨得这么好，涨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是要获利了结，对吧？或者说如果说接下来再有暴跌，我这些利润或者说这些好不容易回弹上来的这些净值啊，可能就被又被抹杀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我认为在6月份呢，股指市场或者说股票市场又会出现一些新的分化，那么，可能有的股票呢会，因为涨得比较高了嘛，对吧？会出现一个这个获利了结，然后呢，涨得比较低的呢，哎，又会受到资金的青睐。我觉得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最近邮轮股在涨，大家知道邮轮股实际上是在这个疫情里面受伤害很深很深的一个板块。因为如果说这个新冠疫情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你想谁敢去邮轮坐着玩去？可能进去全都得得这个病，对不对？那么最近的话，虽然没有特别牛的特效药出来，但是因为跌的太多了嘛，跌的太多了就便宜了嘛，所以很多资金也会适当的去把之前赚钱的部分去换一些，我们讲叫换仓或者换筹啊。我觉得这个要看你的一个情况啊，要看你的情况。如果你的股票是那种特别强势的，涨得特别好的，然后你也有一些股票跌得特别惨的，你就可以去想一想。当然，你也可以去找到我们专业的人问一问啊。如果说你是银行，当时买银行股的时候，你就不是为了去赚这个上涨的这个利润的话，只是为了拿股息啊。那么我觉得倒不必要啊，因为还没有到你说一定要把它在这个位置卖掉的这么一个信号出来。那如果说股指开始转头了，或者说又开始下跌了，那么你可以采取一个后知后觉的操作。墨尔本没有这样的培训，但是如果您这边想参加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的走势，我个人来讲是偏空的，偏空的。因为美元现在在经历这么一波以后，美元是走得非常强势的，走得非常强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是应该会相对来讲是偏空的，接下来这3到6个月。澳洲股指有什么被动性指数基金吗？我觉得 S&P 200目前来讲就是一个最均衡的指数型基金啊，包括我在我们这边就可以买，
如果你这个持有的话，可能每天会有一些这样的成本，叫做仓息成本。但是很多公司分红呢，也会把这部分仓息成本给抵消掉啊。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是持有成本几乎是正数。黄金偏多啊 ，Eric 有黄金对，黄金还是看多的，黄金还是看多，只是说在目前来讲的话，大家会发现，如果说你的资金量太小，但是你又想在这个 CFD 市场里面做黄金，黄金的话，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资金头寸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因为波动存在，只是说。它的均值或者说均线值净值会持续的，就是还要抬头，还要抬头。哇，这么东西！哎，这个200最近能到6000？你从我那个图里面应该看出来，它目前挺尴尬的，在整个通道里面呢，它是离底部呢也不近，离顶部呢也不远。也不近，所以说如果上面看的话，可能有压制的是在6000点，但是你说在5800点去买多，赚的2000点，200个点，可能你往下要回调200个点，你要扛着。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参与的话，你就是没有赚到这个钱，也就是讲我们讲你没有提前去布局这个就需要很强的一个操作手法那么你得盯着它呀，或者说你短线的你得这个算好你的这样的一个盈亏比啊 ，LYC 和 RRL 后期走势会如何？LYC 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次，也是比较看好，因为它是中美叫什么叫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指标嘛，相当于是如果说。关系不好了，那么是吧？稀土就会被减少，或者说叫做限制。那么海外市场里面能够提供的有量产能力的，也叫 LYC。所以说看你对市场的判断了。如果你觉得中美的关系啊，或者说这些事情并不会有太大的好转的话，那么 LYC 是可以持有的并且我觉得这种公司啊，就是有各种的矿业资源，又有很多。政治的这么一个叫做因素在，还有美国军方啊，或者是这样的投资，就我觉得这样公司的话，就像之前的下跌的时候是很好的买点，关键是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慧眼和勇气呢，对吧？那么现在在2块钱附近，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配一些。空澳指还是该空美指？哎，这个问题，澳指和美指，澳指的话呢，现在大概反弹50%，如果你去空它，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太合适，但是美指我觉得相对合适一点。还是个200最近的波动空间，现在我觉得它底部应该是在5000到5550这附近，就它底部在上提。如果 Hong Kong 50跌破20年趋势线，下一个支撑位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如果说真要是跌破的话，那么找支撑的话，可能要看到08年那会儿，08年或者是15年以前的，反正就之前的那个低点吧。我个人觉得概率不大，因为在之前的那样的一波里面也到了21000嘛，21000点就相当于是。我觉得就是恒指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了，就是即使往下跌，可能我都说实话我都不会卖了。如果说当然如果说它又回到18000，我要亏3000个点的话，那我也是醉了但是21000相当于是已经跌到它的市净率了，所以说当时
也挺后悔，真的自己也挺后悔。当时我真是看到好多便宜的东西啊，满地的都是叫什么捡钱的机会，可是自己的钱呢又这个基本上都被下到其他的产品里面去啊，各种。哦，澳美哦，你是想问澳美吧？澳美是向下的吗？哎呀，我也希望澳美向下呀，因为澳美太强了最近。澳币和纽币是最近这两周最强的，这是有点奇葩啊。如果说澳币向下的话，我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OK，我看基本上时间也要到了啊，时间也要到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些讲座和活动，能够联系到我们，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哎，NST 今天下跌那么多啊，黄金回调嘛，黄金回调嘛，3.69块买的 Quantas，哦，还可以，我是2块钱买的，但是我就卖了，涨到3块就卖了，航空股说实话真的挺惨的，航空股，哎，大家想一想，现在你说的飞机都停在飞机场上，然后也没有好的，这个叫什么，叫转折点吧，现在是吧，一天就能飞那么一点飞机，这个真的是，太惨了，真的，航空公司今年真的太惨。OK，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有机会，我们这个线下再做一些沟通。好，再见啊！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声晚安啊。这怎么停止了？